鸡精哎，卖鸡精喽！哎呀，是真的鸡精，来了吗？Hello， 各位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财经碎碎念，关注我们今天的财经新鲜事儿，我是张真。作为一名资深的金融人士，前几天我的朋友圈被一只马啊，不对，被一只叫独角兽的马刷屏了啊。是的，独角兽呢异常火爆啊，火爆来袭。之前网传单只战略配售基金的募集上限将从500亿下调至200亿，这个啊是不实传闻，我都被搞晕了啊。这个真实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？6月11日，据权威消息人士向记者证实，上证报关于战略配售基金的规模门槛50亿元即可设立，上限仍为500亿元不变的消息准确。据发行独角兽基金的公募人士透露，已接到证监会的口头窗口指导，要求尽量将个人投资者的规模控制在200亿元，之前则未明确机构和个人的规模。另有机构人士称，目前机构申购额度还没有确定。从渠道反馈的消息来看，投资者对6只独角兽基金表现极为热情。据多位渠道人士向记者反馈，11号上午选择一口气啊花300万同时顶额申购6只基金的投资者大有人在。截止11号中午，6只独角兽基金中销售最为火爆的一只基金啊，就已经卖出了接近100亿。其中啊，银行是其最主要销售渠道。不少观众可能都直接想问啊，这到底能不能赚钱？多位专家在这里也想告诫广大投资者，在我们把这些搞清楚的前提之下再选择投资，而不是盲从。这时候啊，投资者又想问了啊，究竟有哪些风险是我们需要注意的？首先就是基金合同生效就将进入3年的封闭运作期，封闭期间呢，投资者面临不能赎回基金份额的风险。第二呢，6个月后基金份额可上市交易，若是有资金需求，可以等基金上市之后跨系统转托管道场内卖出，而场内交易需要考虑二级市场的折价风险。第三呢，是基金主要参与战略配售股票的投资，战略配售股票有可能会出现股价波动较大的风险。同时呢，用战略配售方式参与股票投资通常有一定的限售期，因此啊，基金投资面临限售期内标的无法交易的风险。第四呢，是基金在满3年封闭运作期后呢，基金转为上市开放基金，投资目标、投资范围、投资策略、投资限制、业绩比较基准啊，开放申购与赎回以及基金费率结构等相关内容，也将根据基金合同的相关约定做出相应的修改。与海外市场的关联度提高，需注意海外市场风险。还是那句老话呀，投资有风险，遇事还是要谨慎的。刚才那一段好像绕口令啊。好了，财经碎碎念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导演，路况去了，过来。我不是。为什么？我们就需要这样 in fact in true， 这才真实。这个命。哎，结束了。看大国崛起，听一带一路，由威视财经联合演说家总冠军楚英打造的精品财经栏目《楚说》，6月11日正式上线。敬请期待，更多精彩，敬请关注威视财经视频。